我是小熊，今天我们要来 PK 王子压龙剧。听说输的人要惩罚催眠犯，怕谁哟？才不怕你！砸破对方的气球，谁眨眼睛谁输。我先砸破你了，我好紧张啊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我们实在是不敢自己砸，叫导演过来，然后看我们谁眨眼就谁输。不能砸了，不能砸了，不要眨眼睛。三二，你输了。我发现最解压的那个人是导演。好像是这一轮我不能输了，玩起泡椒看谁的响。我先来吧，然后是我。为什么不响？哈哈，你输了。现在是一胜一负，最后的决战来了，看谁的泡泡椒吹得大。开始咯，快点点赞给我加油。你输了。哎，面粉准备好了。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接受惩罚吧。吹不起来换个盘子，只能吹一次好吗？一定要关注我们哦。